我能亲自交给他吗？大爷才抛弃了我和妈妈，要不我妈妈也不会死。谁跟你说的？舅舅，你妹妹的死不是雨果造成的，当年她没有去美国找你，一定是有她自己的原因。我没有抛弃你的妈妈，你吃其实就是属于那种挺真诚的。他送我一戒指。啊？什么戒指？你的病历我已经看过了。啊、哦，再去做几项化验吧。我们分手吧。行，我就不爱跟你好。我祝你幸福。怎么样，徐先生？以后你就睡这儿了呗？你就说是朋友们的一点心意。哎哎哎！小爸爸就在星空卫视。